来人呐！英子，咋的了？啊，大山呐，你可来了！刚才英子这家伙俩叫唤半天了，说他肚子疼，也不知道咋整的。哥，你千万别走啊，哥！我求求你，千万别走，我害怕啊，哥！我不走，我不走啊！哎呀，刘远同志，我儿子咋的了？这是？大山呐，都啥时候儿子的？那是英子命要紧，还是没出事呢？你儿子要紧，咋这样了？你听，哎呀！来，英子没事啊，没事没事，姐在这呢啊。老高，没事儿啊，你别着急。李安人身体素质天生就不好，很容易受惊吓。刚才出现的那种昏迷现象，就是吓的。孩子吓着了？我们都检查过了，孕妇情况一切正常。啊，好，正常好，正常就好。他们都是没事儿的。你还好吗？我很好。哎，别着急，哇，到家了，慢点，慢点，哎，嫂子，慢点，哎，出去吧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哎呀，营长，我先回去了啊，回去吧，这家够皮实的，哎，哎，哎，行，没事就好啊，来来来，关门，关门，来，来，撑住。哎，君，咋的了这是？哥，啊，哥，咱不去打仗，咱不去啊！我不让你去。你说啥？你说啥呢？这是？哥，你是我的人，你要是去了，那他又没长眼睛，我不让你去，我不让。我哥，快点，这留个人呢？说啥呢？这是？没有脚的，不像话的。我说你琢磨啥呢？这一路上你啥时候说这个？你没有觉悟呢，你不分场合地点干啥玩意儿？葛大山，葛大山，你去，你要是敢去，我他妈就死给你看！去，你给我起来，起来，你给我，我儿子，我警告你啊，你再拉我后腿！我说谁呀、啊？我说葛大山呢？毛主席的战士，那周总司令都跟我喝过酒，是他告诉我一辈子留在部队里保卫国防的。现在敌人打到家门口了，你跟我说这种话，你也不怕让陈刚他们听见？你知不知道磕碜你？啊！敌人打到家门口，这个时候你拦着不让我上战场，你疯了你！王犊子，高大山，你别后悔，你要是不怕，再也见不到老婆孩子，你就去打仗。你给我走！现在给我走！你现在是什么人啊？你是啥人？你现在是普通老百姓吗？你不是了！你自打你进军营那天起，你就不是了！你是光荣的革命军人家属，你是我高大山的老婆！你，我问你，国家养我们这些兵干啥的？啊，整天让我们在这待着，摸爬滚打训练干啥吃的？不就是为了新中国需要我们那一天起我们就去战斗，赴汤蹈火义勇牺牲的时候，我们义无反顾冲上去。我告诉你，刘秋英，我高大山就是为了祖国保卫祖国留在这个部队里的。没有仗打，我浑身上下我都不舒坦。就你这觉悟，你配做军人老婆吗？啊，我要跟你离婚。哥。说话呢，哥，你又不心疼妹子了啊？你就是不心疼妹子，你应该心疼你儿子呀。他还没见过他爹长啥样呢。哥，你要是别上我们娘俩走了，你要是在战场上有个三长两短，你就我跟他说话呀。别回去，打住，不许哭，哭啥呢你？秋英，我再告诉你一遍，你是军人的家属，你是高大山的老婆。那我儿子生下来那是军人的儿子，是高大山的儿子。长大了，他知道他爹是谁，他得为他爹骄傲。因为啥？因为新中国在最需要男人出发打仗的时候，他爹没有犹豫，他爹是战士英雄。什么玩意儿？你这是？你以为我愿意出发打仗去吗？啊，打仗？
你以为我不愿意跟你过幸福的新生活吗？帝国主义把战火都烧到咱家门口了，你说我作为一个军人，军人呢？你说我坐着不管，在家等着，可能吗？你的责任，你把孩子生下来，抚养成人，长大了跟他爹一样当兵。啊，我的责任是啥？上前线杀敌立功，不打败美国鬼子，我绝不招兵。这是我的责任，知道吗？国难当头，谁的责任都不能忘，懂不懂，秋云？高大山，我现在才知道我是嫁给谁。我是嫁给了你，我现在才知道，你是真想去打仗啊！你天天说的、想的都是打仗，现在好了。啊！现在有仗打了是吧？正合你心意了是吧？啊，高大山，你给我走，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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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！我个孩子，把你生出来。可是我还是得嘱咐你几句。上了战场以后，你自己当心着点，小心那些个枪子儿。高大山，你走了以后，你就甭记挂我们娘儿了。我们既能把你舍出去，就是再难，我也能自个儿活下去。打今儿起，我就死当这个家里没有你这个人了。你快跟我走，你滚吧，你滚！英子，我知道你是好样的，高大山的老婆错不了。